哎，机灵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胡叔叔，妈妈要加班，谢谢你来接我。来，叔叔牵着你走吧。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走。那走吧。今天作业多不多呀？哦，不是很多。哎，过马路小心，叔叔拉着你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机灵姐，过一会儿到叔叔家玩会儿好不好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。六六也快回来了，你还可以和他一起玩哦。不用了，胡叔叔，我待会儿还要回家写作业呢。没事，到叔叔家去做。哎，不去。哎，走。不去，你放开我！你拉我的手，碰我的肩膀，都已经触发了出屋警报，还硬拉我去你家，触发了独处警报。我才不会因为你是熟人就放松警惕。妈妈那么信任你，让你来接我，带你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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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误会了。那你回去吧，但是你别告诉你妈妈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诉我妈妈的。你，小朋友们记住，就算是熟人，也不能让他们随便触碰我们的身体，更不能和他们独处。陌生人危险，熟人更危险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妈或老师。我是机灵姐，关注我，一起保护好自己。